今期嘅封面 Vintage 火鍋講火鍋嘅，咁啊，嘿，先介紹我自己先，我 Patrick 啦，嚟咗加拿大38年嘅香港移民啦。如果睇我上片嘅朋友都知道啦，我話買咗關子，想講咩咧？講巴士酒城係咩地方呢？就呢度啦。唔知道大家喺香港集體回憶下邊有冇人去過、玩過、去威過嘅地方呢？酒城，咁我上次講話飲威士忌，咁而我咁啱線咧，喺近呢十零年咧 keep 住翻香港咧，身邊嘅朋友成日帶我去玩啦，睇下啲食好嘢啦，咁啱線有一次咧，朋友帶我去集體回憶，去回顧下香港好好嘅地方就係酒城，咁啊咁啱線嗰一次就去到酒城之後咧，就識到個老闆，咁啊同阿老闆阿 George 一見回顧，咁啊成為咗好朋友啦，咁近呢幾年就每次翻香港都要去探佢幫襯佢，不過咧佢啱啱好似喺年尾搬咗新地方，咁地址咧我晏啲喺片度介紹翻俾大家知道啦。不過咧我都想分享到，其實喺加拿大有冇咁地方咧係有嘅，曾經何時有嘅，不過咧近呢十零年咧可能咧清吧啊聽廣東歌嘅地方少咗，咁而咧亦都你知啦，我哋加拿大咧比較中意啲人自己唱，中意做歌星做咩咪吧咁咪卡拉 OK 盛行啦，反而少咗好多清吧，反而咧呢啲咁嘅清吧就淡，即係叫做退咗，冇咗喺市場上面。不過咧，令到我啲咁嘅香港出生嘅所謂嘅六七十年代嘅朋友咧，咁啊每次翻香港就好懷念啊，所以咧每一次翻香港咧，我都會抽一晚要落去巴士站啊，去探下佢啊，去享受一下香港啲情懷，聽下廣東歌啦，聽下啲歌聲啦，演繹啲香港嘅經典作品。咁而呢個地方令到我咧好多回憶啦，識到好多朋友啦。咁而我亦都希望咧，利用呢一次條片，又講一講我開心嘅一面啦，而且有機會喺片上面同你分享嘅朋友，有機會再翻香港，你知啦，而家疫情下啦，我都想攞啲開心嘢啦，俾自己一個目標，解封後嘗試約下朋友又翻香港，去一啲開心地方，攞翻啲集體回憶，聽下啲好嘅粵語難曲，聽下啲經典歌，揸住杯靚酒同朋友細說從前，回顧下啲開心事。subscribe 頻道，我係 Patrick， 加拿大38年嘅香港人，希望每一次同你分享我所見所聞、開心事。subscribe 頻道，拜。